我是 Charlotte 麥雲希，我依家是13岁，我是5岁才开始学唱歌，学过声乐和 pop song 的。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跳舞，同了几位导师被邀请到 SBS 的电视台表演的。在6岁的时候，我的唱歌学校的校长就举办了一个迷你演唱会，我当时就很兴奋，因为这么小年纪就有一个迷你 concert。 我那时候要唱5首歌，令到我有点害怕会不会不够气唱和背不完歌词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难忘，还有令到我上台的时候都没那么紧张，即是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。年纪最小这件事是不会令我担心的，年纪小一点我觉得又可以带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有活力，所以我觉得我以我这个年纪是可以做到非常有活力的一面。参加了星梦 Junior 之后，我对舞台的感觉是熟悉了的，所以我一上台我见到一些观众，我就立刻很想将我唱歌这件事带给大家。参加星梦二是已经超越了自己，因为我由星梦 Junior 开始，我就想着有个体验都挺好的，那我就没想着哇！參加完星夢 Junior 就直接參加星夢二，因為星夢二始終都是一個比星夢 Junior 更大型的比賽，所以我都要更加認真地去面對。我是喜歡這件事，都沒什麼好害怕的，盡力做好就可以了。